性感女神乐儿凭住性感形象而出名，作风大胆，亦都不时会在社交网站派福利。早前乐儿就向我哋表示，同拍拖几年的男友分咗手，感情进入空窗期。最近佢又上载咗几张男友试过嘅相，有一只男人手托住佢嘅下巴，似乎向大家暗示佢名花有主啦。但呢一切都唔及相中嘅男人手上嘅表带嚟得震撼。事关有眼力嘅网民就发现，呢条浅蓝色表带系名表品牌款式，喺去年发售嘅时候，仲揾埋网坛名将拉斐尔纳达尔做代言人，完全系富豪阶级嘅象征嚟噶。